看过宋庆龄、宋美龄珍藏的老照片，你被谁惊艳到了？宋庆龄和宋美龄在母亲李桂珍的精心培养之下，成为了德才兼备、书画双绝的名媛。他们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段佳话，各自嫁给了家世显赫的丈夫，活出属于自己的未来。伴随着的是他们优雅的一生。现在来一组宋庆龄、宋美龄珍藏的老照片，你被谁惊艳到了？一、宋庆龄。宋庆龄是富有教养的一位名媛，同时也是举世闻名的20世纪的伟大女性之一。她在美国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，也受到民主主义的洗礼。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后，使宋庆龄对祖国的独立、自由、民主和富强满怀憧憬。他青年时期追随孙中山，两人于1915年10月25日在日本完婚。他的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崇敬和爱戴。从这一天起，孙中山是宋庆龄的丈夫、领袖和导师。孙中山在婚前撰写了一副对联：“京城无见同忧乐，独爱有缘共死生”，表达了对爱人的真情与牺牲精神的深受感动。从上述的老照片可以看出，宋庆龄的五官端正，弯弯的柳叶眉，乌黑的美目，眼含笑意地看着前方。虽不是倾国倾城，却也是一位清秀佳人，一颦一笑尽显温婉美丽。她一生酷爱读书，受到中国人民、海外华人、华侨的敬仰和爱戴，也赢得国际友人的赞誉。热爱，享有崇高的威望，他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。二、宋美龄。宋美龄作为宋氏姐妹中最小的一位，她自幼备受宠爱，也是最为任性的一位。她从来不知道自卑为何物，她的性格非常的开朗活泼。在1910年跟随赴美留学的二姐宋庆龄去了美国，就读于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女子大学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宋美龄逐渐成长为优雅美丽的名媛，她或者不是最漂亮的，却是最有气质的存在。而且宋美龄早年就在家学习英语，英语功底非常的扎实，同时学习琴棋书画等才艺，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，让她身上有着中方与西方互融的文化。1918年蒋介石结识了宋美龄，他被宋庆龄的容貌所倾倒，同时出于蒋宋联姻的政治考量，认为他是理想中之佳偶。宋美龄也曾说过，非得蒋某为夫，宁终身不嫁。1927年12月1日，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结为连理。蒋介石的多年的等待最终抱得美人归。从上述的老照片可以看出，宋庆龄才貌双全，德才兼备，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女性之一。虽无亲生子女，但蒋公子孙对她是敬重孝顺的。可以说，跨越三个世纪的宋美龄无疑是大赢家。伴随着是她优雅美丽的一生。祝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 Thank you.